的给。压钱。不错不错。装备先穿着没关系，待会有人会帮你捡。哎，都卖不了给。压钱。美女，你有没有看到写一个01？01代表里面有一个影片。OK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要菜鸡打给你。哇。啥地？好玩吧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值得了，来台湾就是要玩这个。你从哪来的？新加坡。自由行，我们是23年去过你们新加坡，哦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。你用指甲把它拿出来。没有，直接把它夹断。对。那你们住哪里？自由行住哪里？住在松江那边。哦，松江路。对。Okay, 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你。不会害怕吗？不会。